这只是小只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换一只。哦哦哦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还要沾那个辣。他们的酱，这个辣椒我放一点。因为我觉得现在很红。你要整个拿起来，让它露出最长的样子。那你们不敢吃吗？真的？是要拔掉吗？那个已经拔掉了，那个算拔掉了。嗯，不过蛮新鲜的。嗯，今天有这只，它是吃鹅啊长大的。记得今天要记得准时起床啊。要吃太多。嗯，好了，剩下都是你的。